2024年3月18号早晨7点，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鹊桥二号将于近日在海南文昌择机发射，为嫦娥任务提供通信中继服务。中国汽车出口量跃居全球第一，多管齐下，破除运输船运力瓶颈。上海加速推进重大工程建设，中科院原创新药研发基地、中石化新材料项目等预计年内完成。第135届广交会4月中旬开幕，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将进入布展阶段。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普京已取得当选所需过半选票。日本东电公司称完成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放，四轮排放总量超3.1万吨。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昨天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和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星舰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鹊桥二号中继星和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今年2月运抵发射场之后，陆续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后续在完成火箭功能检查、联合测试工作和推进剂加注后择机实施发射。鹊桥二号是月球中继卫星，将为今年上半年计划实施发射的嫦娥六号任务提供中继支持。由于月球背面和地球之间不能够直接通信，所以要先发射中继星，为月面探测器和地面站之间搭起鹊桥，为嫦娥任务提供通信中继服务。目前嫦娥六号也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发射做准备。鹊桥系列中继卫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拥有一把金色大伞，被称作星载大型可展开天线。通过这把金色大伞，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通信。在上海东华大学的实验室里，就有鹊桥系列中继卫星伞状天线的缩比样。您能想象到吗？这把金色大伞啊，竟是用金属编制而成的。一起来看一下。在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这把大伞，伞骨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黄色金属网。专家介绍，金属网是星载可展开天线反射电磁波的关键部件，在发射进入轨道过程中能够展开，其能展开反射面的关键就在精编编织技术。我们火箭发射上去的时候呢，它是缩在那个我们火箭里面的，然后到了轨道以后呢，它通过这个展开机构呢，把这个卫星呢慢慢展开成这么一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网状的天线啊，所以呢我们称为叫可展开的，是吧？它是柔性的，所以这样的话它可以展开，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纺织的编织的技术来形成这么一个布面，这样的话它是柔软的。星载可展开天线上的金属网原料选用的是金属慕丝，为了增加其性能，专家在极细的慕丝上又做了更多的镀层处理和加工。那么我们采用的原料呢，我们称为叫镀金慕丝啊。那么也就是在慕丝的基础上呢，表面呢镀了金啊，因为这个金的反射率是非常好的，对这个慕丝来说呢，这个慕丝非常细，大概15到30个缪还不到，头发是1/10，所以它的拉制本身具有很大的难度。另外呢，表面还要镀金，啊，那么镀金以后，它要保持一定的牢度。我们渗杂了一些有机元素，啊，一方面呢提高了我们这个金属原材料的韧性，啊，另外呢也让它的表面呢具有更好的亲和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使得一些工艺的改善呢，使我们这个慕丝的啊镀金以后啊，在编织过程当中啊是非常的坚固，那个编织过程也是相对非常的精致和复杂的。首先我们要进行丙线啊，因为它太细了，我们呢发明了一种并骨加碾技术，金属丝啊三根并在一起，结构非常的稳定。近日，国务院印发以旧换新的相关行动方案，其中提出，我国今年要重点开展汽车的以旧换新。
商务部16号表示，今年将以此为重点，聚焦全产业链全过程壮大新能源汽车市场。商务部介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逐年提高，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以旧换新的潜能巨大。今年商务部将深入开展汽车的以旧换新，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打好政策组合拳，着力建立去旧更容易、换新更愿意的有效机制，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技能型汽车销量的占比，统筹支持全链条各环节，更多惠及消费者。此外，商务部还将研究降低新能源汽车保险费率、提高废旧电池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等问题。而针对新能源车充电难问题，住建部表示，我国将加大车房协同的投入。我们不能让买了新房子的群众没有地方停车，找不到地方充电，同时还要积极改造老房子、老旧小区。去年我们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增设了85万个停车位，今年我们将再改造5万个老旧小区。近十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从7.5万辆增长到950万辆，为全球汽车产业的电动化转型注入了强大的动能。下一步，我国将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持续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去年我国汽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57.9%，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与此同时，海上运力紧张的问题也随之显现。作为中国汽车走向全球的核心集散地，上海如何突破瓶颈，进一步提升出海运力呢？来看报道。一头是火热的汽车生产线，另一头集装箱已经腾出10天后的档期，坐等成品。3月25号，我预计上汽用箱大概有600个大箱，请堆场做好用箱准备。在临港这个占地23万平米的堆场，新的出口订单不断涌入，船期、货期也在动态调整。为了让车子、箱子接力跑起来，航运企业做出很多尝试。这个集装箱长12米，宽2.35米，高2.69米，原本装2辆车。企业率先探索可折叠商品车专用框架，腾挪空间就可以装下3辆车。相比一箱2车模式，一箱3车的运能可提升50%。通过现在我们这套自研的 WMS 系统，我们现在能够快速高效的识别集装箱箱门上的箱号，以及通过手机上的一个二维码识别到这辆车下号，能形成一个绑定关系，在系统里呈现一条锁定的装箱记录。事实上，滚装船仍是眼下整车出海最理想的运输方式。然而，截至2022年底，全球700多艘运营的滚装船中，我国自有运力占比不足3%。随着海外订单增多，我国汽车出口一度面临一舱难求、运费居高不下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车企、航运企业联手摸索新出路。2023年投资了超过100个亿。进行的造船、租船业务，跟中远海集团两大集团签署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通过集装箱的方式也在给上汽的出海保驾护航。面对多样化的运输方式，航运企业还尝试利用数据分析综合规划运输方案的最优解。去年2月，这个集成多种服务产品的汽车行业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应运而生。每一辆车在系统中有唯一对应的身份编号，从工厂到港口再到最终抵达目的港，出口全链路的数据都实时载入平台，通过提升航运服务现代化水平，为车企降本增效。今年前2月，我国汽车出口82.2万辆，同比增长超30%，其中通过集装箱出口的汽车已占到汽车出口总量的20%到25%。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中国人民银行15号在上海召开了金融机构优化支付服务推进会，要求上海辖内金融机构加快工作进度，切实改善老年人和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便利性。这其中，外卡受理是排在第一位的任务。目前主要收单机构都已经设立了专班，以1个月、3个月、半年为考核周期倒排工作。现在的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呢？我们从一台 POS 机说起。用老树开新花来形容 POS 机这个行业最合适不过。支付技术公司的工作人员小甘正在测试 POS 机。机构现在要求我们配合进行一个外卡的认证测试，
就测试我们设备对美元卡支持的一个适应性，以及外国人使用的一个便利性。1000元以下免密是否成功？拍卡和插卡是否都能够顺利完成？类似这种 POS 机支持外卡的性能测试，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增加。当时为了支持进博会的召开，银行、银联、商务等铺设 POS 机的收单机构开始大量采购设备。公司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三季度至今，不仅一下扭转了过去多年销量下滑的局面，而且同比增幅达到近30%。今年很明显的能够受理银行卡的设备的话，特别是智能设备、智能终端这些的话，是有明显的一个增长，有方方肯定是没问题的。按照央行的安排，4月15号之前，包括上海在内的15个重点城市中，外籍人士支付便利性要显著提升。记者了解到，当下上海全市共有近4万台支持外卡的 POS 机，中短期目标是增长到8万台。为此，各家银行都制定了详细的采购计划，聚焦本市12个主要的重点商圈，还有2大机场、3大火车站，布设了900台的外卡收单的 POS 机，在6月底前呢，还会征投400台。交通银行呢，现在我们有14，全国有38个省直分行，然后有将近14万户特约商户，我们就会在这个就是特约商户这个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布置那个外卡刷卡的这个受理的这个 POS 机，起码翻个倍吧。数量明显增加的同时，对于使用场景也在不断渗透。更多的考虑，外国人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习惯卡是不会给你的。公司楼下支付技术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测试一个全新的使用场景，那就是出租车。以纽约为例，乘客习惯于后排入座自行刷卡，这对于 POS 机的形态和布设位置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因为不只是商场里面的一个受理，现在的受理的话是往那个各个行业里头去渗透了，包括出租车的场景，包括一些公交地铁，今年提出的很多场景上的需求数字化程度要求很高，基本上是对商户的业务场景跟我们的设备的能力结合。购买铺设 POS 机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商户愿意使用，让 POS 机不成为摆设，是另一个实际问题。银行卡支付的手续费由商户进行承担，当下内卡支付的手续费由国家设定，普遍在3%-6%，而外卡组织的手续费普遍在3%，最高能达到5%，翻了10倍还不止。目前监管正在与外卡组织探讨费率降低的可能性，中国人民银行在沪召开推进会，会议要求各家在沪金融机构要加快工作进度，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力度，在提升外卡受理、现金使用、移动支付等方面形成上海做法。中国银联表示，将投入30亿元覆盖全国41个支付城市的高频支付场景，同时利用金融基础设施和卡组织的优势，带动产业各方共同投入。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4月15号至5月5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预计将有超2.8万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昨天，第135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运往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进行布展。伴随着一声汽笛声，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装载着第135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卸下，运往海关监管场所。该批展品共22件，总重量达3700千克，主要为土耳其生产的冰柜、抽油烟机、电烤箱等家用电器，经广州海关监管后顺利入境，运往广交会展馆。这标志着本届广交会将正式进入布展阶段。这是我们连续第9年承运广交会进境展品的物流服务工作。去年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运作之后，进境参展展品的数量明显增加。在通关一体化模式下，我们向属地海关报关申报，货物运抵后，口岸快速验放，实现了展品由口岸到展馆的无缝衔接。广交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最全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达155万平方米，设置55个展区，预计将有超2.8万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进口展展览面积共3万平方米，展品涉及家电电子、工业制造、五金工具等。
自第101届广交会设立进口展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100个国家地区的 1.7 万余家次境外企业参展，包括众多优质的国家和地区展团及全球知名企业。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封关运行。半个月来，一线口岸、二线通道平稳有序，税收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惠及两地。封关运行正式实施以来，据海关统计，截至3月13号凌晨，经横琴口岸入出合作区超60万人次，其中约28万人次通过一次过检模式验放，超4万人次经横琴口岸新家园便捷通道高效通关。海关共验放入境携带相关动植物产品超411余批次，二线四条公路通道共验放出区车辆53.72万辆次，各通道均通行顺畅。就在澳门呢，买一些蔬菜呀、肉类呀，一些熟的肉类、牛肉干啊、水果啊，以前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带的。然后我们试一下，申报在小程序申报，哎，很方便哦，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直接带过来，方便了很多。在货物方面，保税货物经一线进入合作区通关顺畅，货物经二线进入合作区可以申办出口退税。我们过往呢，我们需要先出口，然后凭着我们的单证、货物流和单据再去办理退税，实际上整个时间是比较长的。那随着新的深合区封关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二线的时候可以更早更快地享受到退税的优惠，那这个对于我们企业提高效率还有节约我们的资金流都起到了很好的一些作用。不少企业表示，封关后不仅能节约相关成本，在发展跨境金融、开拓新兴市场等方面也有了新机遇、新空间。封关之后，横琴和澳门这个更加的便利之后，实际上这个市场的容量是在扩大的。我们有这种数字艺术方面的会议展览活动，有珠宝类的这种展览活动，还有将来我们会在体育文化这方面也会做一些尝试。这些呢都是希望给横琴和澳门的这个文旅的产业带来新的这个内容和元素，也是通过这些政策的落地吧，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区域的发展的前景。继续来关注河北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案。昨天晚上，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称，3月10号案件发生之后，肥乡区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破工作。3月11号，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将对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案件发生以来，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受害人家属安抚和善后工作，各方面工作正有序进行。该案涉及未成年人，为保护受害人隐私，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避免对其家属造成进一步伤害。15号下午，四川甘孜雅江县白孜村发生了一起森林火情，经全力扑救，16号中午1点左右，明火被扑灭。但由于当天下午火场突发大风，引发复燃，火场面积急速扩散，蔓延形成由南向北三个火场。昨天凌晨，火场前线指挥部根据最新勘查情况，将救援力量分成三路，对三个火场分别进行扑救。截至昨天下午，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1300多户、4900多人，暂无人员伤亡。雅江县地处四川西部甘孜州，目前三个火场围绕着雅江县城，其中1号、3号火场位于县城以西，2号火场位于县城以东。三个火场平均海拔2600米，坡度70到80度，救援难度较大。这三个火场中，一号火场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火场一侧紧挨着雅江县城，另一侧川藏线大动脉318线雅江段由东向西穿过火场，而火场北线、西线还各有一条连续火线向西北方向发展。按照前线指挥部要求，360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一号火场展开扑救。二号火场位于最北侧，向东已蔓延至同达村，并继续向东北方向发展，为火势发展重点方向，包括森林消防、专业扑火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阻截二号火场向东北方向蔓延。而三号火场位于雅江县城西北侧，目前有2支专业扑火队正在处置。此外，甘孜州消防救援支队还沿着318国道开展增湿作业，扑打下山火。南方航空护林总站多架直升机已在几个火场开展灭火，多支救援力量也在陆续赶赴增援。当地多条高速已开辟抢险救援绿色通道，保障应急救援车辆通行。
针对雅江森林火灾，国家森防局办公室已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工作。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此外，云南省临沧市、文山州两地近日也突发山火，其中发生在3月16号18点10分的临沧市森林火情，虽然经110人全力扑救，明火于当晚11点05分扑灭。然而，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昨天山火又突然复燃，目前火情尚未得到控制。云南森林消防总队大理支队消防员已抵达现场展开扑救，而在此前的火灾扑救过程中，已有3名地方扑救人员遇险身亡。另据媒体报道，文山州的山火目前已经得到了控制，还有一部分救援人员留在山上值守，以防复燃。我们再来看天气，今天冷空气将继续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各地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到10摄氏度以上。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7到9级阵风，局地10到12级。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等多地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将继续深入南下，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受阴雨天气影响，气温下降更为明显，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以上，气温将由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转为明显偏低的状态。合肥、武汉、南京、杭州等城市今天最高气温将降至10至11摄氏度，湿冷感回归，而东北地区的降雪也将有所增多。监测显示，内蒙古东北部、吉林、黑龙江以及青海东部、甘肃中部都出现了2至8毫米、局地10至16毫米的降雪或雨夹雪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降雨将暂时停歇，但从21号夜间起，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又将自南向北逐渐增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这2天黑龙江多地迎来了降雪天气，交通受到影响，各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保畅通。16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迎来大范围雨雪天气，并受昼夜温差大等因素影响，出现道路结冰、湿滑等现象。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对重点路段加强了警力投入。截至昨天早上8点，哈尔滨市延寿县降雪量10.1毫米，达到暴雪量级。从16号夜间开始，当地城管部门连夜进行清雪防滑作业，防止积雪凝冻结冰。鸡西、双鸭山、佳木斯、七台河等地也都出现了降雪天气。鸡西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信号。降雪天气还给多地交通带来了影响。记者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3月17号中午2点，共计25段高速公路限行限速，各地纷纷组织人员对主次干道重点部位和重要区域的积雪进行持续清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我们来关注贵州的村超赛事。16号下午，2024第二届贵州村超联赛决赛阶段的比赛正式打响，20支球队展开角逐，决出本届村超总冠军。当地表示，今年要通过快乐足球传播快乐文化，发展快乐经济，带动更多榕江群众增收致富。开幕式上，球队、啦啦队、展演队等43支方队，3500多人参加巡游。参与表演的除了榕江县当地群众外，还有贵州省杂技团，著名乐队歌手也来到现场倾情献唱。开幕式结束后，来自 A 组的6支球队上演3场激烈精彩的足球比赛。在赛事中场环节，榕江县还为游客们准备了20多个精彩的歌舞节目和音乐烟花秀，让现场数万观众置身欢乐的海洋。今年村超赛事分为预选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由62支村队参与的预选赛经历1个半月，产生了20强。在总决赛阶段，20强分为 AB 两组，先后进行循环赛和淘汰赛，直至决出总冠军。事实上，村超是贵州省榕江县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简称，自从举办以来获得广泛关注。参赛球员没有年龄限制，没有职业门槛，球员和裁判员都由当地村民组成，热烈的氛围走红全国。而对于今年的比赛，英超球员也表达了期待和支持。我想去看全球。50,000 like just watching amateurs, that's incredible. That it's pretty impressive. It's like almost like a carnival as well. I like it.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
取得俄总统选举过半选票，普京凌晨发表讲话，感谢选民支持。日本东电公司称完成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放，四轮排放总量超3.1万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俄全境内投票站均已关闭。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稍后公布的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在已统计的84.07%的选票当中，现任总统普京得票率为87.18%，大幅领先其余三名总统候选人。根据俄总统选举规则，获得半数以上选票者即可当选总统。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将不晚于3月28号确认此次总统选举结果，并在选举结果确认之后3天内予以公布。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普京在莫斯科召开记者会说，感谢选民信任和支持，他将在新的任期继续推动国家发展。普京说，特别军事行动问题和加强俄罗斯联邦的国防能力是其新任期的主要任务之一。他表示，将继续巩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他还说，俄罗斯对美国总统候选人没有偏好，无论谁当选，俄罗斯都将与之合作。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普京表示，不排除俄罗斯因边境地区遭受袭击而被迫在乌克兰建立安全区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停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对此回应称，法国应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扎哈罗娃17号表示，针对马克龙的提议，他也有一个提议，那就是法国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停止资助恐怖主义。扎哈罗娃还说，马克龙应当向中东地区冲突各方提议在奥运会期间停火。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开幕。马克龙16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向俄罗斯提出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停火的要求。此前，马克龙还多次强调，西方国家不应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引发欧美多国反对。俄罗斯方面也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个炼油厂昨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袭击引发火灾，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乌克兰军方当天向莫斯科以及其他多个地区共发射35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掉落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炼油厂，引发火灾。当地政府官员称，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炼油厂工人也已被疏散，火灾并未对周边居民区造成威胁。事发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要惩罚乌克兰，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未回应。俄方指责，自俄罗斯从15号开始举行总统选举投票以来，乌克兰已对俄境内发起多起袭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尽管国际社会持续施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在内阁会议上仍然做出强硬表态，称以军将按计划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在拉法展开行动，这需要几周时间，但一定会实现。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由北向南发动地面攻势，目前战火烧至最南端的城市拉法。内塔尼亚胡此前反复强调，以军将对拉法展开地面进攻。巴勒斯坦总统府日前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干预并承担起责任，防止以色列对拉法危险的侵略。拉法位于加沙地带最南端，是国际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门户。目前有超过150万巴勒斯坦平民在拉法避难。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以色列避免攻击拉法，以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宣布，已完成第四轮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此轮排放量约为7800吨。在此前的三轮排海中，东电公司已经排放核污染水超过23300吨。东电公司日前还宣布，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防备日本海沟海啸的防潮堤已经完成，总长约1公里，海拔13.5到16米，这将防止海啸导致厂区被水淹，减轻反应堆报废作业的设备受损。
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评估认为，日本海沟海啸发生的日子临近，东电公司据此从2021年6月开始加高已有的防潮堤。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近期8名驻日美军因涉嫌利用军方邮政系统走私毒品遭到调查，案件已于本月13号移交检方。涉事美军士兵隶属于冲绳县加守那空军基地，他们被指在去年5月至今年3月期间，从美国购买合成毒品，通过军方邮政系统运至日本境内。由于美军邮政系统的运费相对较低，并且公用包裹无需经日本海关查验，这一渠道也成为了驻日美军走私毒品等违禁品的温床。近年来，驻日美军涉毒事件数量呈增加趋势。冲绳县去年发生72起美军涉毒事件，为20年来最高值。韩国全国医学院教授紧急对策委员会日前宣布，来自16所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将于本月25号集体请辞。韩国保健福祉部副部长朴敏守昨天重申，政府不会就医科大学扩招方案让步。朴敏守17号发表讲话称，政府绝不会调整医科大学扩招2000人的方案。医学院教授计划集体辞职是对民众的胁迫，必须阻止医疗界的集体抗议行动。韩国国立中央医疗院院长朱英珠表示，医学院教授打算辞职以示抗议，这是以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为要挟。朱英珠还就开院医生先前发表支持罢工的声明一事致歉，称这一声明不代表国立中央医疗院立场，同时敦促罢工的医生尽快返岗。韩国政府2月初发布医科大学扩招方案，遭到医疗界强烈反对，近10000名实习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离岗，造成诊疗混乱。目前，医生大规模罢工已经给韩国医疗体系造成巨大损失。由于医生罢工扰乱医院运营，韩国大型综合医院每天产生数十亿韩元的赤字。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曾与美国情报机构签订了一份机密合同，正在建设一个由数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网络。五位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称，2021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与美国国家侦察局签署了一份价值18亿美元的间谍卫星网络建设合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随后组建了名为星盾的部门，负责该项目。这个正在建设中的卫星网络由数百颗具有地球成像能力的卫星组成，可以在近地轨道上集群化运行，追踪地面目标，并与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共享数据。该网络建成后，将有助于美国政府和军方在全球任何地方快速发现潜在目标。作为五角大楼的下属机构，美国国家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承认，该机构确实正与其他政府机构、公司和国家合作开发卫星系统，但并未证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参与其中。不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早已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五角大楼多次使用该公司猎鹰9运载火箭向太空发射军事有效载荷。消息人士称，自2020年以来，星盾项目已经发射了大约10几颗原型卫星。目前还无法确定新的间谍卫星网络何时上线，也不确定还有哪些公司参与了这一计划。东方卫视编辑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加速推进重大工程建设，中科院原创新药研发基地、中石化新材料项目等预计年内完成。以时长换收入成网约车业内潜规则，记者调查行业困局如何破。早晨7点35分，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聚焦建成5个中心重要使命，上海重大工程建设进度条正全速推进。在张江原创新药研发基地项目1期工程，目前已经完成了超70%，预计今年10月就将交付使用，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在金山，中国石化高性能弹性体项目也将在年内建成投产，为汽车工业等产业链起到固链补链的作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原创新药研发基地项目位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从空中俯瞰，项目一期目前已基本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这里由一栋科研大楼和一栋人才公寓组成，总建筑面积超5.6万平方米。科研大楼内定位各种不同功能的高规格实验室，是其最为显著的亮点。和一般的建筑物相比啊，生物医药实验室呢有其独特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层高，实际上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真正的建成之后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高，是因为它的上方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管线。之所以要布那么多的管线呢，主要还是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首先它要提供一套给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独立的空气循环系统，同时呢还要提供另外一套给实验物啊被实验物的一套独立的循环系统，另外呢还加上了第三套的补新风系统，以此啊来确保实验室的绝对安全。中科院原创新药研发基地综合体共分三期，今年四季度一期项目就将交付使用，科研大楼将主要用于创新药物的试验研发等，而首批科研人才最快也将在今年入住配套的人才公寓。因为这个药物所呢，它有这个研究生和这个博士，目前呢有2000人是住在这个外面借宿的。这个我们一期建成以后呢，将为这个2000人提供这个宿舍和这个科研的一个人才基地。而先进制造业方面，位于金山区炭谷绿湾的中国石化高性能弹性体项目，目前总体进度已超70%，预计年内将建成投产。工地上900多位工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我身后呢有4台51吨重的反应釜正在吊装，而等他们吊装完毕啊，整个工地的净设备就这样安装完毕。高性能弹性体被誉为橡胶黄金，作为高分子新材料，它被广泛应用于 5G 通信、光纤光缆、鞋底弹性材料、汽车工业等产品领域。华东地区企业是这种材料的消耗大户，每年的需求量占全国的40%。项目建成后，将为相关产业链起到固链补链的作用。华东地区需求量啊是在50万吨以上。那么我们项目投产之后，产能是25万吨，这样可以解决一半的这个需求量。好的监管必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今年出台的上海优化营商环境7.0版行动方案提出，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推动监管提质增效，以扶促管。上海曾在2006年出台危化品夏季禁运政策，初衷是保障运输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格局的变化，原有政策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去年6月，这一执行了17年之久的禁令正式取消。如何在放松限制的同时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家危化品运输企业。在金山化工区的一个仓储厂区，一辆辆危化品槽罐车陆续进场，核对信息，做好防火措施后，车辆进入作业区开始装卸货。作为一家辐射长三角的危化品物流仓储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禁运解除后，全年货物周转量从2022年的21万吨提升到2023年的32万吨，增幅超过52%。就是全店的装卸量均衡，是吧？这个就是全部的原料能够正常的供给，为后续的生产装置的这个安全生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也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经济效益。2006年出台的上海市危化品管理办法规定，每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的上午10时到下午4时，禁止运输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不过由于苏浙皖也有各自的禁运规定，政策衔接不上，导致企业跨省运输可操作时间较短，容易造成车辆积压道口，企业经营和上下游物流都受到影响。此外，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危化品运输车辆和装卸设备的安全性能都得到大幅提升，原有禁运政策已不符合实际情况。对于我们整个华东地区乃至我们全国的危化品的物流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那么在这次我们禁运措施取消之后呢，从整个物流链上都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提高。取消禁令并不意味着放松安全管理。目前上海已经建立起道路危化品运输的数字化监管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式守住安全生产线。在中石化上海闵行油库，记者看到承运车辆不仅在进场时要接受严格核查，运输过程也实现了24小时监管。通过与市档运中心共同搭建的系统，企业能够实时掌握运输车辆的轨迹、驾驶员、押运员的状态以及周边路况等等。一旦有异常，系统会自动发出警示。
通过手段的应用、管理的提升，来确保这些制度的落地。每个月都会对我们，全市的这个微营企业的这个预警数据进行统计。从2023年到目前，报警数据是在逐渐减少的。与此同时，上海还计划通过数字化方式，赋能长三角地区的危化品安全管理合作，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保障。尝试建立我们一个完整的危险化品的数据的一个追溯链。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跨部门交叉的一些企业需要重复填报的内容，并且能够使我们之前部门之间的这个衔接更加紧密，为企业能够进一步的减负。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网约车方便了市民出行，然而近年来呢，网约车疲劳驾驶事故频发，网约车司机群体的工作状态究竟如何？每天工作几小时？那为了弄清楚原因啊，近日东方卫视记者应聘了某网约车租车平台，来看记者的调查。去年11月的一个清晨，市民许先生搭乘网约车出行，途中他经历了惊魂一刻。他就直接砰的一下撞上去了。只要你是正常的，真的已经开车，你不可能忽略前面那辆车。我觉得他其实就是睡着了。16、17个小时没电，一天有的时候18个小时。哪一个滴滴司机专职做的不是疲劳驾驶呢？为了弄清楚网约车司机疲劳驾驶背后的原因，今年1月，记者以应聘司机的名义注册了某招聘网站。不到一分钟，就有数十家租车公司发来招聘的私信。有租车公司表示，从去年9月起，上海已经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业务，因此目前驾驶员主要依靠租赁有证的车来进行营运，租金根据车型不同，每个月在6000元到8000元不等，多出来的都是司机自己的。听起来不错，那司机们能做到吗？能跑到8000了，现在都是这样，都说了在大神级别的，我现在就是5000块钱左右。我一天8个小时才能够跑出这个车。目前，城市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构成了上海出租客运运能的主力军。这一行业车辆的保有总量已经超12万，远超政府到“十四五”末出租车8.8万辆的规模安排。这也导致了整个客运市场僧多粥少。为了争夺客源，近期各大网约车平台又相继推出了拼车、特惠车、一口价等模式，消费者确实从中得到了实惠，但是另一方面，驾驶员的压力也进一步增加了。那你说人家做个18、19公里的单子，给个30、32块钱，34、45块钱，你油车人家根本就跑不过来，特惠他就不给你订单，特惠就必须挣钱了。你想刚才我一张28公里路拉过来才47块，就降价，但他提成也不降。原来你说你一天跑13、14个小时能跑8、900、1000，现在就你跑15、16个小时跑个7、800。于是司机为了完成任务增加收入，不少人都拉长了出车时间。为了防范司机疲劳驾驶，网约车平台又出台了一些针对性的方案。比如说他连续服务时长达到4小时呢，我们会强制他休息20分钟。然而实际情况是，一名司机往往同时注册几个平台，这样就可以利用某个平台强制休息的空窗期，在别的平台继续接单。有时这个台叫，这个台也叫了。清楚是哪一个先接的也搞不清楚。那么现在他不是每个平台都要你强制你休息的吗？这个关掉不就在休息吗？而从执法角度而言，疲劳驾驶如果没有酿成事故，目前确实难以监管。专家建议可以打通账号信息统一监管。我认为现在都是平台的接单的信息都是要上传给主管部门的，监管系统的。监管系统如果说司机的账号是同一个的话，他信息是可以打通，可以做预警的，及时干预的。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有代表提出，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距离上一次修订已时隔13年，相关内容已经严重滞后，也呼吁重新修订。那么是不是可以把疲劳驾驶在一个法律中予以一个体现，责任承担应该是怎么样的形式，我们希望在这里面都能够统一的一个规范起来。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早春3月，各项路跑赛事纷至沓来。2024上海静安半程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跑，共有4200多人参加，其中外省市参赛人数占比啊达到62.78%，创历史新高。3、2、1，7点整，比赛鸣枪起跑，选手由大宁公园出发，途经万荣路隧道、大宁音乐广场、彭浦镇等地标，最后再回到大宁公园。完成冲刺的同时，选手们还享受了公园内郁金香、樱花、荷花跑段的自然风景。
最终，来自江苏常州的程前宇以1小时06分57秒夺得男子组冠军。公园的环境非常好，借着这个坡道，其实起起伏伏，跑起来蛮有乐趣的，整体感觉还可以。今年也打算多来上海参加这种赛事，因为上海的赛事级别相对于比较高一点。女子组冠军是上海的杨丽雪，1小时18分27秒，创下她的个人最佳成绩。感觉跑下来还是很轻松的，然后这个赛道也很好看，就是非常美丽啊，就是郁金香，很满意。今年的静安半马与苏州、无锡等长三角路跑赛事互通，男选手跑进1小时30分，女选手跑进1小时50分的，都将直接拿到长三角区域相关赛事的参赛名额。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为更好匹配国家重大战略和本市产业发展所需，到2026年，上海以工农医学科门类本科生招生占比将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硕士研究生招生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同时，适度增加基础学科专业布点，稳步增加理科和基础医科招生规模，扩大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人才招生规模。新一轮申城轨交建设中，19号线首个车站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轨交19号线北起宝山，南至闵行，两次穿越黄浦江，途经闵行、徐汇、浦东、虹口、宝山5区，设置34座车站，将串联起高铁站、北外滩、陆家嘴等多个重要功能区。今年1至2月，江苏积极聚焦新质生产力，开工建设128个重大工业项目，投资和建设进度快于去年同期。今年江苏省计划实施重大工业项目600个，项目数较上年增加100个，年度计划投资3696.8亿元，较上年度增加15%。苏州房票安置、住房以旧换新也可以使用公积金，苏州也成为江苏省内首个推出房票安置可用公积金贷款的城市。通知指出，房票持有人及其直系亲属符合相关条件的，可凭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商出具的付款凭证等，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业务。春季务农出行集中，客货运输繁忙，踏春郊游增多。从3月16号至5月31号，江苏公安交警部门组织开展春季公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两客一危一货、农村地区电动自行车等重点车辆，重点治理高速公路疲劳驾驶、普通公路酒驾醉驾等突出违法行为。住建部发布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江苏3个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截至目前，江苏已有60个项目获得该奖项，15个城市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好，接着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沪指累计涨0.28%，深成指涨2.6%，创业板指数涨4.25%。总体来看，经济数据积极因素正在积聚。那么，随着诸多利好因素的提振，未来 A 股市场走势如何？具体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中银证券投资顾问黄坚。黄先生，早上好，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从最新的2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啊，可以看到，广义货币也就是 M2，它的规模截止到2月份的话，已经达到了近300万亿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这个规模来讲的话啊，比去年同期来讲的话，又增长了这个8%。那么对于这个社融数据啊，市场也是关心的这么一个数据。我们看到截止到2月份，也是规模达到了近390万亿，啊，所以从这个规模上来讲，也是将近增长了8%-9%这么一个规模。那么还有一个啊，我们市场最关心的一个啊，经济的一个我们讲一个贷款啊，贷款给这个企业和个人的这么一个贷款规模啊，在去年12月份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又增长了1、2月份，今年1、2月份又增长了10%左右的这么一个规模。所以从这些数据上来看的话，支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这么一个动作啊，还是保持了一个持续。那么回到我们 A 股市场，可以看到，也正因为2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啊，这个金融数据继续的一个支持实体经济这个不减，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对于这个国企、央企为主的权重蓝筹啊，必然会受到这个
金融支持力度的这么一个利好。那么同时在 A 股的市场当中，资金也会高度的一个关注，同时这些权重蓝筹也会带领指数啊创出啊我们节后一直到现在以来的这么一个上涨的一个新高。好的，主持人。好，非常感谢黄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有请江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助力资本市场行稳致远。文章说啊，近日证监会集中发布了四项政策文件，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落实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的要求，突出强本强基和严监严管。积极回应市场关切，释放出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文章说了，这次政策组合拳的提出，严禁以圈钱为目的盲目谋求上市、过度融资，对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粉饰包装等行为要及时依法严肃追责，把防范财务造假、欺诈发行摆在发行审核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些强基之举将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生态。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日报客户端的文章。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已经过去了，那和往年一样啊，一经媒体曝光，现在相关的企业纷纷在进行道歉并宣布整改，而相关的监管部门呢，也是随即展开了治理行动。文章评论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是终归啊，它是马后炮。我们不禁要问一问，如今这些在真诚致歉的企业，为什么过去会存心欺客，而那些盘踞已久的黑色产业链又为何逃过了监管的眼睛呢？下架、致歉、查处、整改这套标准动作不该是315的限定。我们不能天真的寄希望于每个厂家、商家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强化日常监管，防之于未萌，置之于未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呀。好，我们来看一下光明网的文章。近日，记者在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素有“中华药都”之称的安徽亳州调查发现啊，中药材网购乱象丛生，消费者网购中药材风险极高。文章评论说了，假货泛滥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权益，同时这也是对“中华药都”这个金字招牌的亵渎和抹黑。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氛围当中，对于合法经营的药商乃至整个市场而言，这都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扭转这样的局面，不仅需要当地加大对中药材电商卖家的查处力度，同时也离不开电商平台的积极参与和主动配合。在网售中药材的过程当中，电商平台不仅是技术的提供者，更是交易规则的制定者、流量的分配者、广告推广的服务者，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当中的获益者。集诸多角色于一身，平台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又或者是为了自身的企业形象和健康发展，都应该要严格履行监督检查的义务，最大限度地杜绝货不对版的这个现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解放日报啊，今天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的文章，让孩子跑起来，在不起眼的细节里。文章说到了2023年9月，上海市发改委呢印发的《上海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到2025》，明确就指出了加快推进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适儿化改造，合理增补儿童校外活动场所和游憩的设施。文章对此评论说，户外运动场地啊是不少市民关注的焦点，然而只有建滑梯、健身器材、攀岩墙等专业设施才算是为儿童打造的游憩空间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像什么一个沙坑啊、
一块草坪啊，一个小小的专属活动区，孩子们也能够玩出无限的花样。儿童友好的户外空间未必只有打造高级游玩设施才叫儿童友好，建筑设施的建设符合国家标准只是第一步，而另外我们还要更多去考量的就是像栏杆是否防撞，会不会卡住孩子的脑袋，场地附近卫生间的设计有没有为儿童考虑，这些安全细节和相关的服务细节是否足够到位的户外空间才是真正的儿童友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央视网的这篇文章，三名初中生涉嫌杀害同学，要讨论的地方还有很多。文章说了，日前河北邯郸市13岁初中生遭同学杀害，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那邯郸警方呢，对媒体表示，张某等三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文章评论说啊，目前呢虽然还不清楚这三名嫌疑人在犯罪当中的共犯、正犯的关系、主犯、从犯的身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该案是刑法修正案11通过以后，为数不多的为公众广泛关注的可以由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刑事案件。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该案后续在公检法机关如何流转也将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至少从社会的预期上来讲，该案进入刑事程序符合人们对正义的公共认知，应该要结合具体案情做出准确的处置，不完全因年龄左右对嫌疑人罪责刑的判断。当然，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这起案件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司法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的态度是预防，那么有了法律之后是怎么预防的呢？第二，就是对已经发生的案件，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公平正义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好，最后我们再来看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近日呢用 AI 技术复活已逝明星的行为愈演愈烈，也备受争议，有明星家属直接就表示说了，不能接受，未征求我们的同意，这是在揭伤疤。文章评论说，公众人物可以随便被复活吗？如果说之前的 AI 复活基本还属于家属私人定制，无可厚非的话，那么现在这种随意复活已逝明星就已经涉嫌侵权了。所以文章啊对此评论说了，在这方面新技术我们当然要鼓励，但是不应是盲目无序，法律法规是不能触碰的红线。这时段报联下内容就这些，接了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谢谢江波。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新产业新业态催生多种新职业，今年我国将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稳就业速发展。第135届广交会四月中旬开幕，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将进入布展阶段。清明假期临近，热点城市机票酒店预订提前启动，出入境旅客双向流动明显。不顾国际社会压力，以色列总理重申将按计划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北京时间早晨8点整，欢迎您来到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雨，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小雨，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天转西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11度，明天最低温度9度。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我国将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稳就业促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我国将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设定为1200万人以上，而去年是1200万人左右。这一变化体现了党和政府做好就业工作的力度、决心和鲜明的政策导向。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年将强化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加强对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就业帮扶，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带动更多人就地就近就业。同时，还将推动公共实训基地扩容提质，开展百万青年技能培训、民营企业员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动“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职业技能培训规划全面落实落地和见效，进一步落实好促进青年就业三年行动方案等等，优化就业服务，支持民营企业经济发展，落实就业创业帮扶优惠政策，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就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还要着力促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加有效投资，壮大新型消费，稳定外贸外资，筑牢经济发展这个就业的硬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不久前的一份调研显示，今年以来，人力资源市场一老一小服务行业用工需求旺盛，比如养老护理员、月嫂、住家保姆等岗位供不应求。记者注意到，养老服务的用工需求已经从过去的简单生活照料，到如今涉及护理、康养、急救等专业服务，需求的变化也催生出了新的就业岗位。在山东济南，不少社区开始提供老年人陪诊服务，方便老人看病就医。我们的陪诊员可以陪着老人去医院做检查、做治疗、打印病历，或者带老人去医院开单取药、排队交费。消费者呢，也可以按次、按天，也可以按月购买我们的服务。养老服务行业对于技能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除陪诊员之外，这家家政机构还在加大保健按摩师、助浴工等新兴养老岗位的招聘力度。陪诊员啊、保健按摩师啊、助浴工啊，这几个新兴的岗位市场需求还是非常大的，每天大概有20单左右，每个月呢大概有600-700单的需求，为很多老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今年也打算再招聘500-700人。除了养老行业人手紧缺，婴幼儿照护行业今年也出现了新变化。不少家庭都想在龙年生个龙宝宝，这让月嫂立刻变得格外抢手，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嫂难求的情况。现在月嫂很紧俏，所以呢，我提前把月嫂联系好，希望孩子和妈妈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由于收入较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加入婴幼儿照护行业。四川泸州这家家政公司的育婴师覆盖了从70后到00后的各个年龄段。随着我们年轻化，我们整个团队的学历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让客户对我们月嫂、育儿嫂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不断提升。不仅是一老一小领域用工需求旺盛，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发现啊，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催生出了多种新职业。目前，直播电商成为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报告显示，短视频直播生态孕育和催生了174个新职业，其中直播电商直接带动的就有店铺运营师、数据分析师等30个新职业。位于江苏海门的叠石桥家纺市场，作为当地最早引入直播电商的地区之一，经过多年发展，这里的从业人员已经有5000人左右，还间接带动了包括传统生产、物流等一系列岗位需求。最新的可能就是这种组货人、理货人或者经理人，其实他就是在就是直播团队以及生产团队中间搭起一个桥梁，进行一个交易的就是信息的沟通。还有一种职业就是可能是我们最近这儿刚引入的，就是那种平台服务商，他们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帮助代运营的一个作用。不仅是数字经济领域，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创造了旅游策划师等新职业岗位。进入春季旅游旺季，前来咨询定制游的客户络绎不绝。在重庆高新区一家户外旅行社，旅游定制师李世文正在给旅客确认行程。平均每天我都要对接几十名游客，我们主要为登山和户外运动爱好者设计定制旅游线路和方案，根据他们的时间和消费，我们精心安排每一天的活动。青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仅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同时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前，越来越多从业者拥有了一个绿色新职业。在浙江湖州，碳效工程师正在为一家耐火材料生产企业量身定制减排降碳方案。我综合分析一下企业的能效情况，
发现企业还有9辆油动叉车，于是建议全部更换为新能源电动叉车，预计节省成本63万元。随着短期用工和灵活就业的需求不断上升，社会上对于零工经济各种保障不充分、发展不规范等问题也更为关注。如何来对用工企业和劳动者实现双向保障？上海正在尝试搭建多元化的零工市场，来为灵活用工立规矩。一早，闵行砖桥站零工市场刚一开门，就陆续有人来找机会，说那个，当天那个面试当天就可以入职，完了之后我就直接拎着行李箱就直接过来了。因为打零工通常不签合同，一旦出现劳动纠纷，往往无据可依。考虑到这一点，闵行区零工市场特地为灵活就业人员拟定了一份电子协议，由市场和劳动者签约。跟民工签订的协议里面有规范说到，就比如说上班的一些安全啊，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发薪的时间，还有的他一个薪资，我们都会规定好，然后包括帮他们买保险。这个零工市场成立半年多来，平均每月能提供3000个岗位，服务生产制造、家政等行业的灵活用工需求。所有岗位发布前都经过审核，防止有企业出于转嫁用人成本和用工风险的考虑滥用零工。不符合场景的那就是长期工，那我们也会给企业引导怎么在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之内然完善自己的用工政策。在一系列专业指导下，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得到了保障，企业也降低了用工风险，劳资双方都受益。之前的话，我找外面打的小广告去找的零工，然后呢最后领不到工资，也没有你的那个考勤记录或者说你的行动轨迹，那我选择相信政府推荐的，这样比较靠谱放心。如果通过自身的渠道去招聘这些零工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目前上海已经建立了7个政府主导的零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机构也开始陆续把零工服务作为主攻方向。从来不会拖欠工资呀什么的，然后以前做过他们那种可能就是说不正规的，然后今天让你去上班，可能上了一天之后第二天你都不知道去跟谁去要钱。灵活就业人员马娟近来就和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达成了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每次有新工作，公司就会在群里发出通知，酬劳也由他们代为结算。此外，公司还提供针对零工的工作技巧培训等服务。很多信贷品牌客户的话，他们对于这个零工人员的要求也有一些提高，那么希望是他们是一个熟练的，那所以呢，好，我们会想一些办法去尽量的留住我们这样的一些零工人员。目前国内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近1/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类完善灵活就业服务保障措施也写入其中。有专家建议，有必要从法律和规范等方面尽快明确怎么来保障用人主体的权益，怎么来保障各种各样新型工作形态的工作者的利益，我们怎么来加强政府的政策的监管和政策的保障，这是一个必须要破解的难题。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4月15号至5月5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预计将有超2.8万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昨天，第135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运往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进行布展。伴随着一声汽笛声，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装载着第135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卸下，运往海关监管场所。该批展品共22件，总重量达3700千克，主要为土耳其生产的冰柜、抽油烟机、电烤箱等家用电器，经广州海关监管后顺利入境，运往广交会展馆。这标志着本届广交会将正式进入布展阶段。这是我们连续第9年承运广交会进境展品的物流服务工作。去年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运作之后，进境参展展品的数量明显增加。在通关一体化模式下，我们向属地海关报关申报，货物运抵后，口岸快速验放，实现了展品由口岸到展馆的无缝衔接。广交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最全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达155万平方米，设置55个展区，预计将有超2.8万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
其中进口展展览面积共3万平方米，展品涉及家电电子、工业制造、五金工具等。自第101届广交会设立进口展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100个国家地区的1.7万余家次境外企业参展，包括众多优质的国家和地区展团及全球知名企业。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封关运行。半个月来，一线口岸、二线通道平稳有序，税收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惠及两地。封关运行正式实施以来，据海关统计，截至3月13号凌晨，经横琴口岸入出合作区超60万人次，其中约28万人次通过一次过检模式验放，超4万人次经横琴口岸新家园便捷通道高效通关。海关共验放入境携带相关动植物产品超411余批次，二线4条公路通道共验放出区车辆53.72万辆次，各通道均通行顺畅。就在澳门了，买一些蔬菜呀、肉类呀，一些熟的肉类、牛肉干啊、水果啊，以前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带的。然后我们试一下，申报在小程序申报，哎，很方便哦，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直接带过来，方便了很多。在货物方面，保税货物经一线进入合作区通关顺畅，货物经二线进入合作区可以申办出口退税。我们过往呢，我们需要先出口，然后凭着我们的单证、货物流和单据再去办理退税，实际上整个时间是比较长的。那随着新的深合区封关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二线的时候可以更早更快地享受到退税的优惠，那这个对于我们企业提高效率还有节约我们的资金流都起到了很好的一些作用。不少企业表示，封关后不仅能节约相关成本，在发展跨境金融、开拓新兴市场等方面也有了新机遇、新空间。封关之后，横琴和澳门这个更加的便利之后，实际上这个市场的容量是在扩大的。我们有这种数字艺术方面的会议展览活动，有珠宝类的这种展览活动，还有将来我们会在体育文化这方面也会做一些尝试。这些呢都是希望给横琴和澳门的这个文旅的产业带来新的这个内容和元素，也是通过这些政策的落地吧，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区域的发展的前景。不久前，商务部等9部门针对如何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推出了14条具体政策举措。那其中一项呢，就是加快农村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在江苏采访的时候，记者发现当地正在探索推进交邮快工、交邮融合，拓展农村消费新路径。晚上10点，这个位于江苏苏南的村级供销超市依然灯火通明。超市的老板正在整理货物，清点到店的快递。谢谢。哎呦，忙得这么晚啊？对。啊。今天的快递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似乎管道到11点、12点，人家都来拿快递。很火了，现在人气旺了嘛，生意也好了嘛，每一个月都挣到3500块钱。每天300-400件快递，只是一个供销超市的流水，在江苏南京丽水整个区域。行政村里的供销超市就有40-50家，从行政村到自然村，村到户，怎么快速运出去？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从浙江温州发来的牛肉干和方便面，不言而喻，我现在来到了就是江苏丽水区的一家快递站，但是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仓配运中心，整整齐齐，这货物很多。那么和我们常见的这个快递站是略有不同，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快递车之外，还有能够搭载货物进城的会变身的公交车。我们这趟公交车呢，就是交邮快工的一个特殊的班次，代客在送快递，平安的就是把老百姓送到家以后，把这个快件也是一件不少的，就是送到现在手中。交邮快工就是当地依托现有城乡公交线路资源，在客流低谷的时段，利用车辆富裕的装载空间，把邮政快递交由城乡公交车辆代运代投，并经停公交站点和公交超市，做到送件载客两不误。记者注意到，公交车开行中不断有当地老乡上下车，20多分钟后，到达第一个自然村交邮快工服务点。陈店村润利超市，超市老板60多岁的赵丽萍负责交接。我们以前这里交通不便，有了这个交邮快供就很方便，
那个因为我们这里养殖业多，他们有什么虚构的，晚上可以订单，明天就可以到。赵丽萍在这里做了30多年的生意，今年开年以来的消费新变化，从她经手的每一件快递都能看出来。网购消费特厉害，我们这里大到基建，小到针线都可以买。新型消费东西也多啊，现在他们来游旅游钓鱼啊，鱼最也多了，我们最多的鱼钩都是一箱一箱的买。我们精细到每一条线路每一个网点，在供销网络的优势上做加法，让农产品在家门口就能立刻出发。到目前，丽水区已先后开通8条交邮快工融合线路，打造32个交邮快工融合示范点，建立91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邮政、快递、供销社、公交4个板块协同发展，大幅降低营运成本。统计显示，丽水村级网点客流量增加30%，进村快件每天都在上万件。现在网购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物品啊，已经是很多人的消费习惯了。收到的商品有问题或者是不满意呢，您是否会选择无理由退货？在退货的时候是否遭遇过商家的拒绝呢？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了几个典型案例，商家自己定义的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合法合规吗？我们先来看一起女包退货的案例。消费者胡某在某商家经营的店铺以8360元的价格购买了某奢侈品女包，商品详情页面显示有该商品不支持7日无理由退货字样。胡某在收到商品后觉得包的材质和做工不符合他的预期，就申请了7天无理由退货，但被商家拒绝，胡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商家虽然在商品详情页面标注了不支持7日无理由退货，但涉案商品是否可以排除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仍需结合商品性质进行判断，不是商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做的；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根据法律规定，奢侈品首先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法定的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商品类型。那么我们就要看，如果想要排除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话，就要看这个商品是不是根据商品性质并且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类型。法庭调查确认，消费者提交的女包实物图，商家认可商品无瑕疵，商家未合理说明涉案奢侈品女包本身性质不宜退货的理由，亦未举证证明适用无理由退货规则会导致商品价值的大幅度贬损或给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商家不支持7日无理由退货的网页提示不对消费者产生法律约束力，商家拒绝退货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法院最终支持了消费者胡某的退货请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不影响商家的二次销售。但是如果商家认定退货的商品不完好，但不能证明这种瑕疵是由消费者造成的，就不得拒绝退货。吕某在某公司经营的线上店铺购买了一件羽绒服，该商品详情页面显示有满足相应条件时，消费者可申请7天无理由退换货，吊牌缺失、洗涤后不支持。吕某在收到羽绒服同日，以7日无理由退货向商家提出退货申请，商家收到退货后，以涉案羽绒服洗水标、扣子洗变色、潜伏扣子磨损、严重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款并拒收快递。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是消费者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的前提。本案中，商家拒绝退货的理由是消费者吕某退回的涉案羽绒服水洗标和扣子磨损，商品并非完好。但这种情况究竟是谁造成的？消费者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收货时商品的情况，商家亦无法证明其发货时商品的情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判断，消费者吕某在晚上6点左右收到货，试穿后觉得不合适，9点申请退货。第二天上午11点，快递员就取走了商品，整个时间仅17个小时。衣物的水洗标和扣子，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即呈现较为严重磨损的情况。这17个小时里面呢，要把羽绒服、水洗标还有这个扣子磨损到商家所描述的这种程度，我们认为是不符合常理的，也不符合普通消费者会做的事情。而且如果一件羽绒服的水洗标要洗到那种程度，应该是经过长时间这个洗或者是穿或者是磨损，还有扣子也是严重磨损的这种程度，也是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法院审理认为，商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羽绒服存在的磨损问题是由消费者造成，不应据此认定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并非完好，最终支持了消费者退货的诉讼请求。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商家诚信经营的一种规制，但是并非所有商品都适用这一规则。比如说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一经激活或者是试用之后价值贬损比较大的商品等，就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那其中呢，也包括之前在网上引起关注的盲盒产品。消费者韩某在网店购买盲盒福袋商品50余件，花费20000余元。他在线拆开盲盒后又反悔，在未收到货的情况下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被商家拒绝。法院审理后认为，商品订单详情页面明确写明商品为特殊类商品，完成拆福袋后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考虑到涉案福袋商品的特殊性质，原告购买的盲盒商品已经线上拆封，在内容被知晓的情况下，其商品价值已实现，此时要求盲盒经营者接受7天无理由退货，必然会影响盲盒销售的常规状态。涉案盲盒福袋商品应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中规定的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法院最终驳回了韩某退货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盲盒类产品它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盲这个特性，就在于盲盒拆盲盒那一瞬间消费者所能获得的一种惊喜感和满足感。它如果已经被线上拆封的情况下，那它内容已经被知晓，我们认为其商品价值已基本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盲盒类产品不宜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法院判例显示，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的还有被激活使用的手机类电子产品。法官介绍，对于手机类电子商品，消费者拆封开机才能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且拆封后不会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故单纯的包装拆封不能成为商家排除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的理由。但如果手机一旦被消费者激活后，就会产生数据类使用痕迹，按照普通公众的一般认知，商家就不能再作为新机销售，价值贬损较大。这种情况下，一般就不会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了。需要注意的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并非无条件退货，消费者行使该权利需要保证商品完好，不得滥用权利恶意退货。遇到商品问题时，我们建议您在第一时间拍照或者是拍视频，留下证据，方便维权。而对于经营者来说，应该充分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此外，电商平台也要积极履行责任，完善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申诉投诉流程，及时介入解决纠纷，共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清明假期临近，热门城市机票酒店预订提前启动，出入境旅客双向流动明显。
不顾国际社会压力，以色列总理重申将按计划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随着清明假期的临近，热门城市机票酒店预订已经启动，较前一周增长1.4倍。全国多地迎来了文旅热，特别是以小城市为目的地的机票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携程数据显示，预订清明节度假产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近4倍，其中景区门票较去年同比增长达5倍。在去哪儿平台上，三月中旬至清明期间，探亲旅游旅客占比增长明显。从年龄结构来看，27到40岁是出游的主力军，占比超过50%。拥有小机场的3线以下城市，在清明假期迎来爆发性增长。在去哪儿平台上，清明节假期以广东湛江、云南的芒市、浙江舟山还有吉林延吉这样拥有小机场城市为目的地的机票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倍以上。从价格上来看呢，2/3的城市酒店平均支付价格是在300元以下。此外，今年清明假期，北京、南京、武汉、杭州、上海、重庆、西安、长沙、苏州、成都仍然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牡丹江、白山、吉林、哈尔滨等东北地区城市酒店价格较春节降低50%以上。西双版纳、厦门、潮州、汕头、北海等南方热门城市酒店价格也降了40%左右。清明假期除了国内出行预订量上涨之外，入境旅客双向流动也比较明显。从在线平台的机票预订情况来看，泰国曼谷、韩国首尔、日本东京、日本大阪、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是热门出境游目的地。此时正值日本、韩国的樱花季，多个小众赏樱目的地也有旅客提前预订了赏樱酒店。此外，希腊雅典、意大利米兰、瑞士苏黎世、法国巴黎等目的地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50%以上。此外，在清明期间，在线预订平台入境搜索量也有明显增长，不少华人旅客回乡祭祖旅游。除北上广深外，福建厦门、福州、广东汕头、潮州、江门、浙江金华、温州等城市也是这些旅客的目的地。同时，随着我国免签范围的扩大，瑞士、匈牙利、奥地利等国出发的机票搜索量均有上涨。绥芬河是我国与俄罗斯交界的重要口岸城市。自中俄两国互免签证团体旅游业务恢复之后啊，跨境旅游热度呢持续攀升。据绥芬河边检最新统计，3月份以来，经绥芬河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已经突破了3.5万人次，日均出入境人数达到2000人次以上。3月16号早上7点，绥芬河公路口岸入境大厅迎来了100多名俄罗斯游客。他们大部分都是团队报名，以免签走名单的形式入境。经过海关和边检民警快速查验后，10分钟左右就能顺利通关。绥芬河是中国与俄罗斯交界的重要口岸城市，国家级一类口岸。从绥芬河出境后，10几分钟就可到达格罗迭科沃站。随着旅游热度的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通过绥芬河口岸进出境。他们主要来绥芬河是来旅游和购物的，大约时间是2到4天左右。很多旅游人现在是很多是以前来过的啊，随着现在旅游人数越来越多，我们家旅行社现在开通了有长线游、有短线游，到各地区参观，有当地旅行社进行对接。俄罗斯游客入境后，他们大多会选择自由行，品尝绥芬河当地的美食，到商场购物和休闲娱乐。这也给餐饮和住宿行业带来了可观收益。今年1月份以来，经绥芬河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14万人次。为了应对跨境游热潮，绥芬河边检、海关等联检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大了通关便利化力度，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游客能够快速顺利地出入境。最近，甘肃天水正凭借着一碗麻辣烫出圈，有游客专门坐车1200多公里品尝这一碗香气四溢的麻辣烫。连日来，甘肃天水街头巷尾的麻辣烫店门口的饭桌座无虚席，店里等待的食客们还在排队。我们是从那个宝鸡专门就是过来，排了有2个多小时的队，感觉值得。因为辣椒香而不辣，挺好吃的。
坐车有1200多公里专门过来准备尝一尝。想要成就这一份香喷喷美味的麻辣烫，干谷辣椒、秦安花椒、武山蔬菜、手擀粉缺一不可。在甘肃甘谷县陇上蕉万亩辣椒种苗培育示范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培育辣椒苗。有近400多年辣椒种植历史的甘谷地区，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我们这边一共种45个大棚，里面全部种的是那个七寸红，这是我们甘谷的特产。优势是就是七寸红香而不辣，肉厚油多，是甘谷的一绝。现在最近牵扯的那个麻辣烫搭配在一起，真的是甘谷辣椒是一绝。今年我们育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50%，又达到1200万株。由于天水麻辣烫爆火，也带动了甘谷辣椒的销量。陇上椒从育苗到订单种植保价收购，目前车间的员工3班倒，24小时不停的生产，保证客户需求。除了原料上的保障，当地还在环境服务上花起了心思。天水市工作人员连夜刷墙铺路，整治环境卫生，设立临时停车点，吃麻辣烫赠送景点门票和特色农产品，提升前来的游客体验感。甘肃天水麻辣烫吸引了全国很多游客哈，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便捷的体验，当地呢开通了天水火车站和天水南站两条麻辣烫公交专线。在甘肃天水火车站出站口和公交站站台处都贴有醒目的麻辣烫专线引导标识。在甘肃天水高铁南站，记者看到公交站工作人员通过喇叭、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等方式引导游客乘坐麻辣烫专线车。来了3个人，我们准备乘坐公交车去吃麻辣烫，吃完以后我们准备转一下天水的美景。早春3月，云南昆明一片春意盎然。那么在云南昆明粤东的红嘴鸥即将北上迁徙，大批游客和市民来到滇池畔观赏。2023年飞来昆明滇池粤东的红嘴鸥总计超过4万只，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目前大部分红嘴鸥已经陆续离开昆明，现在还在滇池附近生活的红嘴鸥数量只有不到高峰期的一半。他就马上就要那个就是迁徙过去了，然后我就想的是就趁着他还没走就过来看一下他。嗯，感觉还挺可爱的，但是他有一些他那个头是黑色的，就很有意思。每年红嘴鸥大部队离开后，还会有200-300只红嘴鸥幼鸟留在滇池周边，它们一般以鱼虾为食，不再靠近岸边觅食，因此市民游客就很难再见到它们的身影。来看天气，今天冷空气呢将继续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各地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8摄氏度，局地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7到9级阵风，局地10到12级。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等多地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将继续深入南下，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受阴雨天气影响，气温下降更为明显。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以上，气温将由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转为明显偏低的状态。合肥、武汉、南京、杭州等城市，今天最高气温将降至10至11摄氏度，湿冷感回归，而东北地区的降雪也将有所增多。监测显示，内蒙古东北部、吉林、黑龙江以及青海东部、甘肃中部都出现了2至8毫米、局地10至16毫米的降雪或雨夹雪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降雨将暂时停歇，但从21号夜间起，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又将自南向北逐渐增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这两天，黑龙江多地迎来了降雪天气，交通受到影响，各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报长通。16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迎来大范围雨雪天气，并受昼夜温差大等因素影响，出现道路结冰、湿滑等现象。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对重点路段加强了警力投入。截至昨天早上8点，哈尔滨市延寿县降雪量10.1毫米，达到暴雪量级。从16号夜间开始，当地城管部门连夜进行清雪防滑作业，防止积雪凝冻结冰。鸡西、双鸭山、佳木斯、七台河等地也都出现了降雪天气。鸡西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信号。
降雪天气还给多地交通带来了影响。记者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3月17号中午2点，共计25段高速公路限行限速，各地纷纷组织人员对主次干道重点部位和重要区域的积雪进行持续清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15号下午，四川甘孜雅江县白孜村发生了一起森林火情。经全力扑救，16号中午1点左右，明火被扑灭。但是由于当天下午火场突发大风，引发复燃，火场面积急速扩散，蔓延形成由南向北3个火场。昨天凌晨，火场前线指挥部根据最新的勘查情况，将救援力量分成3路，对3个火场分别进行扑救。雅江县地处四川西部甘孜州。目前3个火场围绕着雅江县城，其中1号、3号火场位于县城以西，2号火场位于县城以东。3个火场平均海拔2600米，坡度70到80度，救援难度较大。这3个火场中，1号火场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火场一侧紧挨着雅江县城，另一侧川藏线大动脉318线雅江段由东向西穿过火场。而火场北线、西线还各有一条连续火线向西北方向发展。按照前线指挥部要求，360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1号火场展开扑救。2号火场位于最北侧，向东已蔓延至同达村，并继续向东北方向发展，为火势发展重点方向，包括森林消防、专业扑火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阻截2号火场向东北方向蔓延。而3号火场位于雅江县城西北侧，目前有2支专业扑火队正在处置。此外，甘孜州消防救援支队还沿着318国道开展增湿作业，扑打下山火。南方航空护林总站多架直升机已在几个火场开展灭火，多支救援力量也在陆续赶赴增援。当地多条高速已开辟抢险救援绿色通道，保障应急救援车辆通行。针对雅江森林火灾，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工作。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记者今天从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获悉，经过1200余名救援力量紧张扑救，目前雅江森林火灾1号火场明火已被扑灭，2号、3号两个火场也按既定计划扑打顺利。此外，云南省临沧市文山州两地近日也突发山火，其中发生在3月16号18点10分的临沧市森林火情，虽经110人全力扑救，明火于当晚11点05分扑灭。然而，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昨天山火又突然复燃，目前火情尚未得到控制。云南森林消防总队大理支队消防员已经抵达现场展开扑救，而在此前的火灾扑救过程中，已有3名地方扑火人员遇险身亡。另据媒体报道，文山州的山火目前已经得到了控制，还有一部分救援人员留在山上值守，以防复燃。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喝酒不开车是必须要遵守的交通法规。但是最近，上海徐汇交警接到了一名乘客的报警求助，说自己正在乘坐网约车，司机多次走错路线，而且车内满是酒气。我报警，我乘客。交警赶到现场时，报警的乘客已经要求司机靠边停车。我们都有的准备了，我们因为我们身上车子高头有的准备了。应该是我边接了个乘客，不是乘客身上想的。没，当时呢，我们反应过来，等到了阳高路下路附近呢，我发觉不对头，车上呢，伊导航不管是啥路，伊侪会得开错脱的，就辣一面变绿趋势。现场呼气测试显示，该司机为酒后驾车，52啊，52，好吧。司机聂某表示，自己才来上海开车不久，因前夜通宵营运，收车后就喝了酒，想解解乏。夜里干累了嘛，干累完也早上转，11点左右啊，到下午5点多，快6点才出来。啊，哎呦，那会我以为已经醒酒了，自己没什么感觉了。聂某因酒后驾驶营运车辆，将面临行政拘留15日，并处5000元罚款，同时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记者李恩婵报道。好，下面请江波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去年以来，从音乐节到烧烤季，再到冰雪季，文旅业的热度啊，可谓是一波接一波。那最近的甘肃天水麻辣烫全网爆红，让人们又看到了一道美食带火了一座城。
央广网的评论说啊，美食也好，演出也好，一座图书馆乃至一座冰城也好，承接流量的关键在于能否立足本地特色，做好服务细节，并持续的创新，这样才有持续长红的可能。因此，打造和维持旅游城市的热度，靠一碗麻辣烫还远远不够。如何用底蕴深厚的旅游资源招揽和留住更多游客，以平民美食为支点，带动社会经济大发展，还需要当地文旅部门乃至全社会的联动努力。旅游业是个厚积薄发的行业，看似偶然的流量光顾，如果没有底蕴积淀和持续的深耕，终将会昙花一现，甚至为流量所累。那对于天水麻辣烫火爆出圈，甘肃省委机关报《甘肃日报》的评论呢是这样说的：天水的成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除了麻辣烫的食材优质、配料丰富、味道可口以外，近年来天水市在基础设施完善、服务质量优化、旅游业态创新上也不断的在提质升级。当地党委政府求真务实，为地方发展积极谋划布局，从全力推动城市颜值提升，到持续的加大网上宣传推介力度，再到倡导市民齐心合力的当好服务员，其他网红城市积累下来的宠粉经验，天水学得用心，做得到位，诚意十足。天水麻辣烫成功打响了开年的第一枪，省内各地也要再接再厉，乘势而上，推动形成滚雪球的效应，给甘肃文旅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北青报客户端这篇文章的观点，说对于现在的网红城市而言呢，在把握当下的同时，也要开始谋划未来。把握当下就是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流量，在维护好当地的旅游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的同时，为当地百姓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创业机会，让钱包鼓起来。而谋划未来就是重视现在的网红标签带给一座城市的无形资产，做好旅游规划、产业规划，把当地更多的产品服务推介出去。事实上，这样发展局面正在天水市形成。随着麻辣烫的爆火，作为麻辣烫灵魂的甘谷辣椒、泰安花椒等已经受到了网友的超高关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到天水市的甘谷县、秦安县进行商业考察，准备采购当地的辣椒、花椒。所以说啊，不管是对于淄博、哈尔滨还是天水来说，都要既能当好网红，还要能够追求长红。近日呢，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女教授吕振宇，因为她在个人主页上的一段自我介绍而火了。吕教授说呢，本人以前啊从来没有将自己名下的研究生交由课题组的青年教师指导，往后也不会将自己名下的研究生交由他人指导，本人名下研究生的指导将全程亲力亲为。新京报评论说，不知从何时起，导师无法对研究生亲力亲为指导成了高校里的一种常态。人们不禁要问，是导师精力不足，还是有其他什么重要原因呢？然而亲力亲为本就是导师培养研究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从未停止，但是不管怎么改，用心育人都应该是一以贯之的核心。也只有当公众不再对导师培养研究生亲力亲为感到惊讶的时候，研究生教育才会是真正上了一个台阶。在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劳动纠纷案当中，59岁的员工辛某因为不会使用企业微信，只能通过电话和普通微信向领导请假，之后企业却以辛某连续旷工3天为由将其辞退了。那最终呢，法院认定辛某不存在旷工的主观意图，依据现有事实也不足以认定其构成了旷工，所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支付原告赔偿金10万多元。北京晚报评论说啊，
线上办公已经成为了各企业管理的常态，不会线上操作似乎啊确实有点意外，但确实在现实当中还是有一些企业的老员工就是玩不转用不溜，但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被忽略。在数字化老龄化叠加的用工趋势之下，用人单位在制定和执行相关规章制度的时候，应该要给予大龄的员工适老的人文关怀。本案的判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其他老龄劳动者在和资方产生纠纷时积极维权也是一种鼓励。好了，这时段报联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谢谢江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在统计完成的85%选票当中，现任总统普京以87.19%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实际已经赢得了此次总统选举。普京凌晨在莫斯科召开记者会，感谢选民信任和支持。他表示，将在新的任期继续推动国家发展。普京说，特别军事行动问题和加强俄罗斯联邦的国防能力是其新任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普京表示，将继续巩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他还说，俄罗斯对美国总统候选人没有偏好，无论谁当选，俄罗斯都将与之合作。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普京表示，不排除俄罗斯因边境地区遭受袭击而被迫在乌克兰建立安全区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停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对此回应称，法国应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扎哈罗娃17号表示，针对马克龙的提议，他也有一个提议，那就是法国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停止资助恐怖主义。扎哈罗娃还说，马克龙应当向中东地区冲突各方提议，在奥运会期间停火。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开幕。马克龙16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向俄罗斯提出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停火的要求。此前，马克龙还多次强调，西方国家不应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引发欧美多国反对。俄罗斯方面也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多家媒体援引埃及政府官员的说法，一度陷入停滞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最早将于当地时间17号在卡塔尔多哈恢复，也可能推迟至18号举行。土耳其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以色列战时内阁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举行会议，就以色列代表团的谈判任务和内容等问题进行讨论。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哈马斯已向埃及等斡旋方提交了一份全面停火协议，包括一方停止军事打击加沙地带、撤出所有军队等要求，但以色列方面表示，哈马斯所提要求不现实。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一轮谈判开始前，将召集以色列安全内阁开会，商讨哈马斯的新提议以及谈判任务和内容。据悉，以色列代表团将由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带领。路透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代表团不会早于18号启程。报道称，如果新一轮停火谈判启动，这将是双方自斋月开始以来首次非直接谈判。哈马斯和以色列一直拒绝面对面谈判，由埃及和卡塔尔充当传话人。哈马斯先前坚持临时停火是永久停火的开始，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前不会释放以方人员。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上一轮谈判中，以色列没有出席。据报道，是因为哈马斯拒绝向以方提供仍活着的以方被扣押人员完整名单。法新社16号报道称，哈马斯近来口风趋缓，要求以军在6周临时停火期间需撤离加沙地带所有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不过，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15号表示，以色列目前在多条战线作战，包括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和更远地区，其中任何一条战线出现事故或事件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并引发反应。即将重启的这一轮在卡塔尔举行的谈判与上一轮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两者有哪些区别，又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相关分析。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开罗也举行过一轮关于临时停火的谈判，那么这两轮这些共同点没有变。那么它主要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上一轮谈判中，临时停火和永久停火它是挂钩的，那么在这一轮谈判中，临时停火和永久停火是脱钩了。哈马斯提出来的条件，哈马斯是在第一阶段是临时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在这个阶段执行完之后才进行关于第二阶段的全面持久彻底结束战争的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第二阶段谈不成，那么第一阶段也可以执行。这有点类似去年11月的关于七天临时停火谈判时期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立场是有所接近。所以虽然以色列人嘴上说哈马斯的条件还是太高不切实际，但是这次以色列就派了代表团去多哈。那么同时美国方面也说，美国对这一轮谈判是谨慎乐观的。美国说哈马斯现在提出来的条件是在之前美国、以色列、卡塔尔和埃及达成的框架协议的框架之内，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多哈的谈判应该说会比上一轮谈判容易一点，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也会大一点。尽管国际社会持续施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在内阁会议上仍然做出了强硬表态，称以军将按计划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在拉法展开行动，这需要几周时间，但一定会实现。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由北向南发动地面攻势，目前战火烧至最南端的城市拉法。内塔尼亚胡此前反复强调，以军将对拉法展开地面进攻。巴勒斯坦总统府日前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干预并承担起责任，防止以色列对拉法危险的侵略。拉法位于加沙地带最南端，是国际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门户。目前有超过150万巴勒斯坦平民在拉法避难。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以色列避免攻击拉法，以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昨天，西班牙农民群体继续在首都马德里游行示威，抗议欧盟农业政策。当天，由200多辆拖拉机和超过2000名农民组成的游行队伍抵达马德里市，在西班牙农业、渔业和食品部门周围抗议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给他们造成的负担。参加抗议的农民还呼吁公平竞争，反对其农产品以低廉价格出售。Tenemos una competencia desleal.Nos exigen unas normas y unos parámetros para producir que lo hacen insostenible. Luego dejan entrar comida y otros productos con cosas que vienen producidas con lo que a nosotros nos prohíben. 最近几周，在波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等欧盟国家，农民群体不断走上街头示威，对欧盟农业政策表达不满。压力之下，欧盟委员会近日做出让步，公布了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一系列修订方案，拟允许各成员国放宽本国农民领取欧盟补贴所需达到的环保标准。不过，此举不仅被指无法安抚农民，还遭到环保团体的批评。东方卫视编辑报道。阿富汗官员昨天表示，该国南部赫尔曼德省当天早上发生了大客车与摩托车油罐车相撞的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有关部门在现场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阿富汗多年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道路设施建设缓慢，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韩国多地昨天出现了严重的沙尘天气，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超标。截止到昨天上午11点，仁川、京畿道等地的污染物浓度达到了警戒水平，首尔地区污染物浓度也接近警戒水平。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光州、大邱等地的空气质量昨天处于不良水平。韩国媒体称，这是今年韩国首次出现严重沙尘。
本轮沙尘起源于蒙古国东部，随着夜间空气扩散条件好转，预计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今天将恢复到正常水平。16号，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当地一家食品公司制作出了长达37.5米的多萨煎饼，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多萨是印度传统美食之一，是由大米和豆类经发酵制作而成的薄饼，通常搭配酱料或汤食用。当天，技术名厨师组成的团队使用一款超长烹饪设备，同步摊面卷饼，制作出这个长达37.5米的多萨煎饼，打破了之前的吉尼斯纪录。The record is for the longest dosa. The record was earlier achieved by Radio Mirchi in Hyderabad in the year 2014, and that was 54 feet and 8 inches long. And what was achieved here today by MTR Foods and Lawman Kitchen Equipments is 123.03 feet, so almost double of the previous record. 据了解，正式挑战之前，该团队已经进行了约110次试验。掌握好温度以及同步完成卷饼动作，离不开所有人的反复实操和通力合作。东方卫视编辑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到2025年，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制度体系将更加健全，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根据工作方案目标，到2025年，城镇新建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面积比2023年增长0.2亿平方米以上，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比2023年增长2亿平方米以上，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8%。我国农村公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国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都通了硬化路，截至去年年底，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0万公里。与此同时，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开通客货油融合线路1.1万余条，农村客运客车年代运邮件快件超过2亿件。气温回升，春暖花开，北京市各市属公园景区共1700余条游船正式开航，游船首次全部启用 5G 游船智慧管理系统，为市民游客春季泛舟赏景带来别样体验。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将于4月8号首次抵达香港，开展为期5天的访问活动。雪龙二号会在4月9号至12号上午向公众开放登船参观，预计每日可接纳1000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个馆藏的专题展览向公众开放，展览展出近百件年代跨越新石器时代至21世纪的金属、书画、家具等文物。此次展览按藏品类型分为5个单元，展览展期将至2025年3月31号。武汉大学宣布将在3月18号至4月6号樱花开放期间，对校门及校内局部区域实行严格管控。今年学校决定延续实名限额、网络预约、双重核验的赏樱政策。从昨晚8时起，社会公众可通过武汉大学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对3日后的参观行程进行预约。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